还是这年龄跨度很大呀，都是全是小孩在替他加油。还有得分，观众在看，还有很多没有比赛的我们国乒的球员啊教练都在边上。机会球，打许昕很多撤手不及的球，这种突破许昕的正手背，你看包括这种球。刚看见许昕这个特写，我就想到你们拍的那个。如果这个还没有看过这组照片的朋友们，可以在新浪时尚搜索陈曼复古。对，打的许昕很难受。许昕想侧身的时候，一下给那个。漂亮。许昕有一个特点，你看他正手他拉球特别的拐，所以作为右手来讲。在个人的单打上其实也有很明显的进步啊。的反手得分是13-3。梁靖昆在反手得分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。拿分的是因为直拍的话他肯定是这样的。又是一个漂亮的这种得分率吧，这样你直拍的话会给那种横拍一些这种威慑力。好，第三局是对攻，握板相持。
漂亮，发球发到这种正手位的这种，三比零很难，对，一直被压着，如果这就是赢了还有戏。哎呦，这种能够在开局首先先确定优势，好球，不然没有。又能再看天王山了，拿到漂亮，11-4，形成这种鼓励，给运动员给一些鼓励，让他更有一些。好球，了很多亏。我刚想问你，你最怕许昕给你打什么样？哎，还有，漂亮，五，还有，漂亮。防到了，然后机会球没拉到。这球许昕。哇！对了，然后许昕等于打到他那边。还有的打，最后没了，
就是非常用这两个发球，好球！还有，哇！好球！这球借不上力，然后去拉一把，然后再围这种斜线。第七，稍微犹豫一点，可能这个点就找不到了。还有，哇，这是许昕太漂亮，还是发补的。五，又有了。下了整场比赛，我觉得他进入到血战到底，来争夺最后的男单冠军。是的，那么。